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参加圣善一堂五月三日的早祷崇拜。诗篇六十六四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入殿诗，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给我主，我一生你是配的。献上侍奉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谦恭认罪。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一起跪下或者坐着，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主，又得罪人，又因自己的疏忽，本性软弱，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倒去做。现在我们痛改前非，决心悔罪，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又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常侍奉主，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阿们。全能的上帝，愿你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愿上帝怜恤你们，赦免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坚定你们的心智，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保守你们得享永生。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作为上帝所饶恕的人，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这时候我们在主里彼此的问安。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各位平安，加油加油！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嗨，各位主里面平安。嗨，大家平安。加油哦！加油，我们一起加油。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记得哦，在这个疫情扩散的时候，大家留在家里啊，不要乱乱跑。OK， 拜拜。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平安。我们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都安好。哇，可以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你们好吗？哦，大家平安。Hello， 平安。新年祝福大家，耶稣爱你。虽然我们在这样的疫情之中，我们不能看到彼此，可是能够在网络上看到大家都过得平安，我们很感恩。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今天的祝文来作为我们的祷告。今天是复活后第三主日的祝文，我们一起。全能的上帝啊，你的独生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是那复活也是众人所信赖之生命的主宰，求主使我们从罪的死权下转向公义的生命，好使我们能寻求天上的事。救主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独一的上帝，世世无尽。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你
伤心烦，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请聆听上帝的话语。第一段经文取自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段经文取自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的我们能够再次的借助科技在线上，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的确，在过去疫情的这样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各自在家里但是在主日当中，我们都希望有一段能够来敬拜，一起来思想神话语的这个时间教会在钟牧师带领底下，我们有做每个礼拜有做这样的一个线上崇拜。的确他每个礼拜他又负责剪辑做导演的工作，然后我们才今天能够坐在家里来一起的借助这样一个画面来敬拜主。在过去复活节当中，我跟大家思想的信息当中，主要带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讲到说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复活成为所有一切信的人出熟的果子，以后我们也要跟耶稣一样的复活。第二个重点所讲的是，当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对当时门徒来说，复活是当时他们经历耶稣之后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而不单单只是向往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才会有的。当然第三方面，我们从复活节的信息当中，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因为以复活的主这样一个相遇，生命当中充满着复活的能力，以致门徒们在面对着各样的困难，遭受各样的逼迫当中，他们能够却愿意继续的来传讲这复活的福音。的确，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圣经当中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门徒们在世上怎样的借助他们的生命，将过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活出来，以致继续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继续在他们的接触的圈子当中来继续做福音的工作。我想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我们要继续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谈到说门徒们生命的这个中心。我想当然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一生都是在敬拜，不单单只是在礼拜堂，我们礼拜天崇拜我们才叫敬拜，其实我们是敬拜的人生。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所做的，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是向主而负责，为主而做。因此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门徒们的敬拜的时候，我想用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继续的来思想。
所以现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劝导彼得或他的门徒，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分享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遇害，然后三天后要复活的时候，当时彼得就劝诫耶稣不要再上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知道，清楚地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是要完成上帝借着他所要在这个世上所要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所以当彼得这样的劝诫他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按照着人的心思意念，当我们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忽略了，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个人的得失，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我们是否得到最好的利益等等。当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这就给我们看到说所带出来的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耶稣在这一生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来到世上所要做的工作，所要成就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我的职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耶稣很明白，很了解，很清楚地知道他在世上的生活就是要做成上帝的工作，完成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因此以致当他知道要上耶路撒冷面对生命的凌辱的时候，他愿意来承受，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面对。所以受苦受辱或受死是在他在耶路撒冷必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事项，而这样的一个事项当中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从这里这段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劝诫彼得或告诉彼得说你要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其实乃是说当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要付上代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所付出的。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在这里，保罗非常清楚地了解认识到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他所要经历所要面对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直接的讲到说，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保罗直接的告诉我们说，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会面对着许多的苦楚，但是这是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就正如耶稣告诉彼得说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在整个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做在做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白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在这信仰当中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按照着神的心意来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想或个人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想象是怎样的。
第二方面，在这段新约经文当中，马可福音我们所读的，这里讲到说跟随基督。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整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心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都处在不同的家庭生活，不同的背景里面，我们可能面对着不同的家庭遭遇，面对着我们生命的各样的难题。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乃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苦难，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挫折，我们还是以做神的教导，以做耶稣基督的指示，遵照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来回应上帝。我们不围着我们的家庭来埋怨，我们不围着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我们的这些同事，他们在我们工作当中对我们所做的各样的这些伤害，给我们的伤害，我们求主让我们离开，乃是我们按照着上帝的教导，愿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仍然继续的来遵守神的话，以致我们按照着神的话在他们当中来生活，成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跟随耶稣基督讲到说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恐怕我们的生命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显露出那种生命当中所看到神所要我们所做所经历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尝试以麦子来做比喻的时候，他这样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怒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舍己包括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愿意看他为死而向主而活，而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舍己，当我们说一粒麦子愿意落在地上死的时候，其实生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也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生命所展现的是另外的一种生命的模式。我们如果不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新的生命，活出在基督里面新的生命的话，恐怕我们的生命还是保留着许许多多我们对过去当中对生命的认识和了解，充满着仇恨，充满着不满，充满着敌对。而当我们谈到舍己的时候，在这边就告诉我们，
这一切已经不足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对别人的不满。而当我们愿意做舍己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以一种新的生命展现出来。就正如一粒麦子，当它落在地上死了，它就结出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籽粒。跟随耶稣在这里也意味着我们是要效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效法他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在这里也很清楚的也给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要为他而受苦，为他而受苦意味着我们不在意我们自己的喜好作为我们的方向。为他而受苦呢，也意味着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为他而多付出，而不在乎于我们个人的偏好和喜好。我想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在地上的那种生活，就是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告诉别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人和好，他们全力以赴地进入在人的生命当中，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方式，为要使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让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也能够得着基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当中特别三一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多在这里，我们都已经是很久的信徒，信主很久的信徒。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指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节制尾声我们要跟随，而是在我们信主的年日当中，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未来，每一个新的日子，我们都是愿意跟随基督，我们都是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在他的话语里面来不断地要求我们能够更加蒙他喜悦。我想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它不断地在蔓延，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也在各方面采用各样的方式来阻断这样瘟疫这疫情的蔓延的时候，的确无论是我们在居家，无论是我们市面上都停止工作，都是要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尽量避免在人多的地方，希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病毒慢慢慢慢的就不在人与人之间来继续传这样的一个传播，而也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与我们家人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处境当中，以前我们所忽略的很多或没有时间进一步更深的来做思考的，我们现在比较有多时间能够好好的来重整重组，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以后我们这些这个阻断措施已经解除之后，我们重新的回到教会，我们重新的彼此见面认识的时候，我们恍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哇，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以新的生命来展现出来，这新的生命乃是经过反省，这个新的生命乃是经过我们个人的调整，这新的生命乃是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语对于我们的教导指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以致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过程当中，我们过着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与以前不一样的教会生活，与以前不一样的人际关系，与以前不一样的那种教会带领着我们教会整体能够同心的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第三方面，在这段经文当中，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我想出席教会的这些信徒，有一点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很在他们生命当中能够看得出的，就是那种不以福音为耻的那种生命。他们积极的与别人传讲有关于神的耶稣的救恩，宣告耶稣对人罪的赦免，宣告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医治。他们自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惠，他们愿意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恩惠与更多的人来分享。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基督教是一小群的宗教信仰族群，或许在当时别人可能以为这些是愚昧的一群，或者在当时这些人以为说这些人是宗教狂，或在当时这些人认为这些人所讲的好像天方夜谭那样。所以不以福音为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在整个初期教会的生活当中，他们如何的把他们的生命借作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传讲来流露了出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因为不以福音为耻，愿意在不同的族群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个阻断措施当中，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感染群是这些客工群体，当然他们住在不同的宿舍当中，甚至因着这样的一个疫情，有一些他们的雇主已经是破产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中大部分还有一些是回教徒，所以当然有一些组织，这也包括我们一些教会也有参与的，就是特别在这些客工群体当中来做服事的工作。我知道我们有一间印度的教会，他们因为这个也是这些回教的客工，回教徒客工，他们进入开斋节，所以这些教会的群体
他们早上就预备好这些食物给他们在这些在开斋节之前来吃，因为吃是人的基本需要，不在乎于宗教信仰，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服侍，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身份放下来，进入这些劳工群体当中来做服侍的工作。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八节，你不要以我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弟兄姐妹，因着神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果效，因为神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动力催逼着我们，使到我们愿意进入不同的群体当中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来把我们的生命流露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鼓励帮助。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或说我们作为上帝的门，我们的生命愿意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来承担这些苦难这些责任。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我们讲到体贴神的心意；第二，我们看到怎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第三，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不以神的道为耻，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以致我们在前面的生活，当我们面对着我们教会的挑战，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仍然靠着福音，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流露出跟随主的特质，就是那复活的生命，就是在我们现今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愿意活出复活的生命来成为主的见证。当然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更愿意流出跟随主的性质。我们是否关心到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否有没有打电话一起来问候鼓励？我们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也能够在物质方面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和关怀。而这样的爱和关怀不单单只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层面，让我们更加流露出流露在我们的邻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社会当中有需要的，以致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实在能够彰显出我们作为主门徒，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教导，愿意在他的恩典当中遵照按照他的指示来过一个蒙他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时候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安静我们自己，我们同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在2000多年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2000年以来，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就是因为与这复活的主相遇，
他们的生命愿意遵照你自己的话语，以致这信仰一代传一代，如今在我们以及我们儿女的身上。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将你的话语活出来，以致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你的真门徒，愿意将你的话语、你的教导真实的使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别人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分享来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求你也恩待祝福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和我们的一家在你的恩典保护当中，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来供主你使用。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主教给我们的勉励，这时候我们以我们的信仰的总纲，我们来宣认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时候我们就一起跪下，我们来同心的为一些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遭受冠状病毒疫情而影响到各行各业的一个困境来向主来祈求。主，求主耶稣施恩怜悯，医治那些受感染的能够尽快的康复，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国家，帮助世界各国的国家领袖，也还有人民都能够早日的平安的脱离现在的困境，让我们早日能够得享主你所赐给我们原来的一个安宁的日子。主耶稣，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区、我们的领导层来向你交托仰望，恳求主你保守大家的身心灵都健壮，特别在这个非常时期，能够将大家所共同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危机时段，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这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呢？主啊，我们求你来赐下你自己的启示，赐下你自己的心意，放在我们的教区的领导层的各成员当中，让他们都能够有共同的看见，也借着主你所赐给他们的意向启示，能够带出一个创新的一个新的领域的一个牧养的方针，让教会继续的茁壮成长。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所做的新事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主啊，我们这时候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主啊，来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借着这样的一个阻断措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家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善用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期，能够善用我们的时间来做神你所喜悦的事，同时我们也不忘记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继续仍然把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
得时不得时，都让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身边的人来带你，来认识你，让他们都归向主基督。主啊，也赐福我们的家庭成员，在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在家里的时候，主啊，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彼此都有一颗彼此包容、彼此忍耐，特别是家庭成员众多的家庭，主啊，你纪念他们所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成员很多可能会一些的纠结的问题，主啊，求你来保守、医治，也赐福。我们也纪念那些肢体的需要，求主赐健康与信心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身心灵软弱的，健康有软弱的，求主你来纪念保守。我们特别也纪念我们的宣教的场地，愿主你继续的照顾，继续的让这些宣教点都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够用，能够继续的将所当做的一切推行。我们也将社区的需要继续仰望交托，主，我们相信你的作为是奇妙的，我们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的又来到了一系列家事的报告。首先是关于我们这个网上崇拜的平台，我们做了两项新的尝试。第一，就是通过这个互报平安的这个短视频，大家彼此的来问安。所以鼓励今天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在下一个主日我们也录制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好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家里还是平安的。另外一项就是待会我们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尝试通过 Zoom 的平台做我们第一次的线上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待会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进行祷告。另外一项的报告是关于我们这个奉献的这个平台，我们在我们的周刊里面已经刊登了我们几个不同堂会的这个银行户口的资料，鼓励弟兄姐妹们用转账的方式来进行你们的奉献。最后一项的报告是关于捐赠礼的，我们的捐赠礼虽然应该不会在5月31号进行，不过上捐赠礼是需要上课的，所以鼓励大家继续的来报名，然后我们一起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上课。好，我们系列的报告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唱我们的奉献诗。顺服
处到哪里都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雪。